510哈，这一题510哈，呼叫化验的指定点上一点设立一个 D20 按 Enter， 相对传导是按 Enter 设立一个 D36 再按次 Enter， 相对传导是设立一个 D150 好，呼叫化线的指定是外围这一个四分点，抓它，点它划算右键旋转，设立一个不用吸哈。好，这边是30度负的35度。好，这边把它拉近一点。呼叫化圆的指令抓这个焦点半径5。再来一次。半径5。所以这一个就可以删掉了。好了。再来，这边稍微留意一下。我们这边呢是要抓这边的焦点了哈。绘图弧起中半径，起中给半径，半径的话是47，好，偏移复制一个3，这样的话就50。好，那这边稍微留意一下，这边线段好像不够长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把这一个删掉，呼叫圆角设立一个 R， 这边半径25先导。好，再来设立一个 R， 半径45，这个先导。再来呼叫设立一个2，这个跟这个。好，好的的话呢，我们这边哦，先做阵列，好，先做阵列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呢，先把它阵列上来。我呼叫 AR， 选取图源，哦，这边还没有剪，来，再来修剪的指令，这边线段可能不够长哈，如果你剪不起来的话，这边就是要做延伸的动作哈，呼叫修剪，选，点掉，好，这边好了之后，我们呼叫阵列 AR， 环形选取，这边结束，定中心点。定好，一共是10个，好好按确定。好了的话呢，这一边因为有一小段线要留下来，修剪，选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剪掉，只有一小段，对不对？这小段，好，阵列再来一次 ，AR， 选取是选这一小段，定中心点一样定，10个按确定，好，把它补起来哈。好，这个好的之后呢，再来是里面的部分，画面拉近一点。这一个 12.5， 所以我呼叫化线的指令抓四分圆点，偏移复制 12.5， 选点，好，再来呼叫化线的指令，这个是6，抓圆心。偏移复制6除以2，左右各一条。好，呼叫修剪的指令，这一个点掉，再来一次，点掉，把稿件删掉，修剪，端一次 Enter。好，这一个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查询一下。首先，弧 A 的角角直接标，那个标角度弧 A 在哪里？是这个对吧？弧 A 的角角，好看一下，75.3370 好，好，再来，这个删掉。B 到 C 的距离 ，B 到 C 在哪里？哦，小心哦，是这里。好 ，C 点，好，距离 87.5254。好，对，再来，焦点。D
至弧一距离，焦点 D 是这个小心旋，至弧一，一是这个的圆心，所以要抓圆心是这个一的圆心，这个好，距离是66.053，好，对，再来，F 跟 G 的距离 ，F 我们找 F 是这里，跟 G 这里，好，这一边是76.1246，好，对，再来图形，扩除内孔的面积。这一边原本想说把它省略掉，结果不行哈，要修剪，多按一次。这一个，如果你刚刚在画图的时候，可以先把它剪掉，再做整理也可以。好，这边有比较耗时间。好，输入 H， 点选点点。好 ，Enter， 确定，好，扣除内孔嘛哈，再来输入一个 O， 再来一次，面积输入一个 O 点，好，他说是面积哦， 16173.2946， 好，对，这一题就到这边。